对面是巴金故居。然后我们现在是前往武康大楼的路上，对面也是一家网红店彩虹洗衣，估计是一个快闪店 Look Now 跟 By Far 合作的。白发是一个很火的小众品牌嘛，进去看看吧。刚刚经过 Drops， 它竟然关掉了，所以是只剩黑石公寓那一家吗？还是从这里进去。这里是武康亭。发现了一家星巴克，这一栋武康大楼还是挺漂亮的，好多人在拍照。是我们刚刚试着从各个角度去拍，但是很难拍到它在正中间，除非你站在这个马路的正中央拍。刚刚已经逛了很久的香氛区，好多款味道我都很喜欢，然后有一款是龙眼的味道我很喜欢，然后另外一款柿子花的我找不到可以试闻的。想要
店，嗯，就是实际上去武昌亭看，觉得它蛮小的，嗯。对，其实就几家店。咸甜咸甜的，就是那种很好吃的东南亚的酱料，嗯，有点像台湾麦当劳的那一种，那种酸辣酱吗？嗯，对的。哎，这里虽然说是美食广场，但是店都还可以，就是还是不错的店，可以去吃的。特别是这样好吃，现在吃饱就来逛一下乌曲，消食一下。